属下失职，没看护好殿下，翰林犯险，请殿下责罚。此计凶险，也不能怪你。殿下，有关尹府之情形，尹国公应当不是幕后主使，尹家大小姐似被其毒控制，像被碎星谷劫持，尹国公夫妇才会被迫卷入其中。你去一趟尹家，告诉他们。 事情我都知道，不愿意深究，让他们不要在太子妃面前露出端倪。等剿灭碎星谷之后，我定会为尹小姐取得解药。是。啊，殿下，还好你没事。经此一役，碎星谷的刺客也被剿灭了大半，只剩下那鬼卿和淘金娘逃脱了。哦，还有您屋里那位，他居然以身挡剑救人，也不知是何居心。 你可真是越来越放肆了！妄议太子妃，领军棍30。啊，他可是个杀手啊！殿下，您可不能被他迷惑呀！难道你真的喜欢他？我去领军棍。 你这刀没开刃，啊，不是没开刃，你也不能上手抓呀！这也太糊了吧！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我啊，我是郡主，当今太后的养女，是太子哥哥最好的青梅竹马。哥哥。 太后的养女，按辈分的话，太子应该叫你一声大姨妈吧。不是，那我们其实是各论各的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喂，你站住！你别走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我还要揭穿你这个骗子呢。我与以南瑶通过信，你们的字迹一点也不一样。 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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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！放肆！太子，擅闯东宫内院，伤孤的太子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此人为何有些面熟？不是的，太子哥哥，是太子妃想要打我，所以什么才……太子妃有伤在身，郡主要胡闹也要有个限度吧？他有伤。 他还有啥伤了？他哪有伤啊？他力大如牛的，刚才差点没把我弄死。真的，太子哥哥，你都被他骗了。我从书房中找到他的字迹，这和我通信那个尹南瑶的字迹完全不同。你看，这又能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满口胡言。 你知道我太子哥哥喜欢文静淑女，所以就假装不会武功。我堂堂郡主邀约你去打猎，你回绝也就算了，你现在连封亲笔信都懒得做，还在这儿跟我装柔弱。你刚打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谁告诉你，姑喜欢文静淑女？你少给我造谣！姑就喜欢力大如牛、武功高深、惯会骗人的。至于你。 以下犯上，罪当斩首。啊！别！但看在郡主的面子上，100军棍。沈墨领罚。你。
你领个屁啊！你领这100棍子下去，你都打成肉泥了，还不如被斩首呢！你，太子伯伯，什么是我的人？我不许你罚他，他做错了事情，我自会处置。你倒挺心疼他，那你来处置。什么？你抬起头来！这样总行了吧？太子妃累了，姑先送她回去。太子陛下，我腿没伤。我知道。玉飞尘，你该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你今天逞什么能啊？他不简单。他很简单，他不就是个心机上位大小姐？本郡主一定要他好看，别去招惹他。怎么，有什么危险他还真能杀了我？倒是你不许再出事了，不然就算是我也保不住，听见没有？哦，对了，你今天给我的匕首怎么是假的？今天我可丢大人了。给我做把真的呗，3宝10的那种。什么什么什么？你就不能说说话？你个闷葫芦，你闷死我得了你！记得3宝10的那种啊。哎，伞。伤口又裂开了，殿下，你刚才为什么说我官会骗人？怎么，你真的欺骗了我？殿下不信我。雪落发梢，唱一曲，再无你负。